最近大火的全景视频，怎么拍、怎么剪、怎么传，一个视频弄明白。全景相机不是啥新鲜玩意儿，早在2019年我就做过全景相机的评测。不过呢，由于支持的平台有限，全景视频一直没有火起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抖音加入了对全景的支持 ，Pico 等国产厂商逐渐推出更便宜的 VR 眼镜，再加上苹果6月份可能会发布的 AR/VR 头显，是时候重新拿出吃灰的全景相机，抢占全景内容的流量红利了。咱们普通视频总是会受限于拍摄的角度，而全景视频录下的是拍摄者前后左右上下所有角度的画面，怎么录呢？很简单粗暴，既然一台相机只能录一个角度，我用多个相机同时录，然后把录到的内容缝合，这样不就得到全景视频了吗？这就是目前商用的专业全景拍摄相机，我的朋友大鹏他们就是专业做全景拍摄的。看上去是不是很科幻？不过这个体积和数据量，咱们普通人拿出去拍已经不太现实了。经过厂家研发的一通操作，发现用两个超广角镜头拼在一起，已经能满足全景拍摄的需要了。于是双镜头的全景相机现在基本成了标配。原理弄懂了，全景相机买哪一款呢？目前主流的厂商是 Insta360， 也就是影石。按照画质，有 1RS 英寸全景、1RS 双镜头版、X3、X2。具体哪一款要看你预算了。除了机器本体，延长杆是最推荐的配件，经过算法缝合以后，会直接把延长杆劈掉，给人营造一种第三人称的错觉。全景视频的拍摄相当简单，参数调到最高，然后抬手拍就行。文件怎么编辑呢？第一种是手机 APP， 比如说我这台 X3 连接 Insta360 的 APP 以后，里边会有各种的复杂功能。因为前几年平台不支持传全景，厂商把很多精力都花在了怎么玩出花样，让更多普通人种草。这些呢，现在都不用管，选择素材，修剪一下时长，然后点导出，选择全景，分享到相册，分辨率选最高，码率根据存储空间来选，我一般也是选最高，最后导出。这是导出以后的 4K 画面，2:1的比例，相当于两个方形1920×1920的画面拼接在一起，就变成了3840×1920的全景格式。如果想要更高的画质，可以采用电脑处理。下载 Insta360 Studio 以后，导入素材，一段素材包含两个镜头的数据和一个陀螺仪的数据。然后咱们可以修剪视频，增强颜色，做一系列的调整。最后选择导出，导出全景视频，分辨率码率呢，我一般选最高，导出。全景成片电脑可以正常播放，但是没有全景效果。接下来 Pico VR 全景创作计划申请通过以后，会获得上传权限，然后在抖音创作服务平台上传视频，会有 VR 视频设置的选项，选360度画面、2D 弹幕视频，点击发布。OK， 接下来就可以转动手机看到你拍的全景作品了，别忘了点赞。